看我们这小院，潮又退了，一会儿退潮了就可以去捡海鲜了。来拿个盆来，来，这来了青岛，你不得哈啤酒吃嘎了？看看它还有活着的没？像螃蟹都驾鹤西游了，嘎了还都能吃的呗？抓捡吧。啊，厉不厉害？那个是什么？嘎了呀。那这小螃蟹不能捡了，小螃蟹捡完都死了。哎，这螺活没活着？看看，这螺也挂了。螺挂螺要不？啊？要不要？螺里面的东西呢？嗯、跑了呗，被螃蟹吃了呗。里面有海螺可以吃。海螺死了。死了。嗯，你看这个死了，看到没？嗯。这个也不能吃吧？那个？不知道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螺，你看到没？你看这能不能收回去？收回去是活的，收不回去是死的。哎，这是螺还有用吗？你活死了吧，不要了。臭了，臭了，都臭了，你们哪个都臭了。因为你螃蟹臭了，没换水。看看，毛毛做啥呢？我们趴个窗户啊。哎，炒的什么花甲啊？蚬子，昨天晚上挖的。上面是大功率抽烟机，我们一关呢就有卧室隔开。看看，我们傻儿子还在里面睡觉呢。儿子起床了。我们就在中间，门前面呢还有个大窗户，看到没？这就是个 U 型的卡座，降下去之后呢也能变成大床啊。那里有拉门，看到没？拉上之后也是一个独立的房间。我跟儿子每天就睡这个房间的，然后他们两个小姑娘睡后面。快点，儿子起床了。这就可以。可以啊，马上有个大厨的样啊，是不是？优秀。这么萌萌啊，谁娶到家可就赚到了啊，妥妥的。哎，你不少啊，捡那么一会儿，咱捡一盘啊。今晚上去不去了？去吧。哎，你们这不去了吗？昨天嫌累了。好嘞。哇，好香啊！看看怎么样吧，你这自己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了。你尝尝吧。哎，这个蚬子可是不容易。来，同志们看看，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自己去挖的啊。我跟萌萌、我儿子，我们三个挖的，今天就吃到嘴了，就搞这儿了，妥妥的。海藻，报四万公里。煎饼啊，尝尝这个是我们昨天自己抓的，儿子，自己挖的，肯定是是不是、啊、味道不一样吧？今晚去不去了？去了。你去了吧？今天忘买那个筐了。没关系。还得去捡。要几张，儿子？半张。你俩撕吧嘛，两个人，一人扯一边撕吧就行了。这咋的？哇。为什么这么好吃啊？是没有沙子味，因为我炒的好吃。我洗的干净。来，干杯。干。哪来碗那么大？那是这，话说这是当年买火鸡面送的碗。妈，我还以为是当年你化缘用的呢。妈，你看这有虫子眼儿，你看嘛呀？嗯，这不你戳的吗？嘿，这孩子第一次反应那么快呢。嘎嘎甜的大西瓜，嘎嘎甜的大玉米，这个能吃出玉米本身的味道。10块钱，我们八个人啊，不是四个人啊，一人两个，吃饱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啊。